喂，开啊，我开啦，有啊，有吧？有吧？有吧？有嘞，嗨，代班代班，都要被我吃掉，哈哈哈哈。乱讲话，乱讲话！哎、欸，有点糊，好不好？你在骗我哎、欸！不啊，我从 OBS 看你很，你很清楚哎、欸。是这样吗？好吧。那、啊、怎么会有音乐？不该有音乐啊！啊！数 了数了。啊，来来来来，你戳他。我戳谁？这你个。去问他，对，去跟他接第四个任务。哎，番茄安安，哎，问一下，你们已经投胎过来接完这个的，这个是要走门过去，还是会自己传过去的啊？哦，还是那边会开扇门，我们走门过去。你们觉得在头上好还是哪边好？你还没去解哦。哦。头上不好吗？头上。跟炭烤马祖抢位置。礼拜日才去，我想说礼拜日我们这边刷新，想说礼拜日前先解一解，走吧。好，要带我去数了。对，要数。又要数了，不要再卡 bug 了。那干，不要阻，不要吓我，他妈的！那天真的解好久，好不爽。等一下，我先断你手看看，看一下人物。哎、欸，我不能摸他了，你还能摸他吗？不行，摸不哦，了。快走。所以应该是正常，我们走门过去就好了，对不对？哦，过动画，过动画。好酷，好酷！慢慢来，欸、你看后面，乱 配，看那是什么？是可以坐下的地方。可以坐吗？坐不了。啊，不是，嗯嗯。有人打在这边。哎、欸、哎、欸，我好，我瞧到，哦，我瞧到位置了。我按不到啊，按不到，可以借过嗨，吗？严霜安安，哎 欸，我刚好像一瞬间我也你瞧，你低低头瞧一下角度，低头，不是人低头啦，你的有手头，我机，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有了有了，可以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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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繁星城齐聚一堂，散发万丈光芒，是我。这是谁的人设？你说上面还是下面？莉莉安安，早安早安。下面是那个啊，露诺啊，是不是很是我是香？是不我，是很香？是不是很香？哈哈哈！啊，电量不足啊！电量不足，哈。完蛋了，刚刚手机滑太久了。应该有充到电吧？不动它，不动它。这样按钮可以按。请记吧，孩子，将你的光芒返给那些坠落的星。哎，繁星，哎，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充到电？哦，有了，有了，有了，有充到，有充到。哎、欸，这里是哪里？
哦，没事，抱歉。我变成兔宝了，又突然想到这个皮很久没出来了。女的就是露诺啊。是吧？是我。哎，你手上应该也是牵着他吧？我看看，对耶。啊，我不能牵你，来，我们累死惊。累死惊。累死惊，累死惊。带他去数啊。就跟小王子一样啊。小王子既有一个屁孩，看到人了，看到人了。哎。月月安安，金兰陵安安，阿兔是一只狗安安。我不要。波喵安安。讲到后面，我要带杰克一起去，就觉得好懒哦。哎，真的，我懂啊，可是又不能不带。哎，后面还有很多任务要过那个，哎，好烦。你的皮包好酷啊，这里面有颜色，外面黑色，哎。这是今年的那个彩虹季的。好酷。走吧。可以走了。Hello。该面对还是要面对，对啊，而且要等杰克有空，那个不能没有空。他怕了，他害怕了，哎呀，断手，哎，小嫩嫩，走吧。不对啊，他那边不是有个车长？进去了。直接走起！我也要来献祭了。第二次应该不叫不怕了吧？又要带我去数。第二次应该不叫不怕了吧？又要带我去数。我讲真的，第一更新前的真的是比较恐怖。车长是欧弟，你怎么不叫欧弟带你啊？想说我们这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献祭，你要再过去一次跟他对话啊！我回去，我在这里等你啊！好想喝，完了，那我们一定要对话吗？好像有打算氪金吗？我觉得他会。可爱好看的衣服，他肯定会。番茄在诱惑我，来不及了，使用同行，回家。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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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按钮嘞，有了。使用回家。来，先上来。回家就跟没事一样。JT 更好。啊干！有人哎！滑，雪太滑了，雪太滑了。圣诞斗篷适合我。哎，你怎么进去？滑，脚滑，地上太油了 ，Pickle。哎，怎么没看到你？回家，回家。我在家。啊！只有你滑进去啊！水屁屁，只有你滑进去。水屁屁，我先上来。有人刚跟我推荐圣诞斗篷，哎，有可以看吗？这个啊，有没有人有借我看一下？我给你看过啦，我给你看过啦。啊，是有毛毛的那个吗？对对对，毛毛的，一圈毛毛的。对，哎，你记得啊？那有点想要哎。再见啊。超可爱啊，对啊，啊，这红色这件是用蜡烛换的。阿
白色是氪金是不是？对对对，啊，最近也是氪金。OK， 水蓝色的更适合你。这个雪花豆，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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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更适合你。好，我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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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马雷的两个月订阅。公告一下，烟火物品会在其他本场哦。我知道哦，不用不用知道，我们会知道。刻起来。哇塞！感谢阿亮一年了，感谢感谢，谢谢阿亮。LD， 你要不要带？那么会带的，肯定带一下吧。这个人懒了。白色两件。你车展呢？你车展车长，你可以带哦。哦，好啊，那我们先去，我们先去接个任务。Hello。早。接任务。哎，你不觉得那个滑雪板很像兔子面具吗？他之后卖的一个滑雪板，我觉得就是拉长的兔子面具。哇，友情花粉，好久不见，我忘记你叫什么了，杰什么是不是？忘记了，忘记了，你之前我们叫什么名字？你看你太久没来，我都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哎，问一下，问一下，跟他说话，你可以了吗？可以。哎，可以点。哦，可以点哦。那应该还没拆。只是他还在转圈圈。对对对对对，没事没事，我们去死吧。哎，这样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这样就好了吗？云潮苏醒，勇敢面对暴风，先引回到避难所。好像是哎。没有，看不。啊有哎，纪念日所以双马尾吗？我在上面，下面的不是我，下面的不是我，哥哥。大家好，我叫繁星。闭嘴，上来。我叫星星，我是芭比。啊，我是开着组装车的芭比。哎，不是那个欧弟，你要牵我手，我不知道为什么 Switch PC 后很难牵到手。再回来找他，好，他会在那个等我，知道。你误会了，没有我不好意思跟人家要皮，因为要皮一定要把皮交出去。哎，从这边遁哦。哎，门要开了，哎，走吧。哎，好龟宝，好久不见。哦，龟宝是发发那边的啊，还是麻衣那边的？请让我炸一下，炸什么？哎 ，JT 嘞？哎，怎么不见了？干 JT。他是不是没有看过动画？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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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献祭过吗？不可能啊！哦喂！啊，风好大，风好大，要被吹走了。你看，大佬从这边开始起飞，就是不一样。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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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他，快夸他！好帅，好帅！好强好强！哦，原来是这里飞！哦哦哦！不是，这我学不来，这个我学不来。这个我们拿过了。啊，对对对。对。嗯。拿过了。有没有在帮他吼？回能量。感谢存在。快催他，快催他，他最想被催了。真的吗？我觉得，头上那两撮很可爱、啊。觉得你好可爱哦。
对，真的很可爱。没有啊，主要会今天献祭有两个原因嘛，一个是因为礼拜日就结束了，不就更新嘛，不要浪费。那再来是想说打哈欠了，再来是因为那个啊那啥去了，哦早点去云潮祭早点舒服嘛，早点解完早点漂亮。你看很扯吧，很扯吧。的音乐。还没哦，没什么，是哪个环节错了？这里的冰圈真的是恐怖吧，又大声。星期日是才能更新，什么叫日式？哦，你好哲 ，Gino 安，哎、欸，不是，你不是 Gino，、欸、你是那个谁？是 Gino 啊，那是 Gino。哎呀，那个嘞，那个是谁 ？Gino， 布嘎嘎。布嘎嘎是什么 ？G 什么？布嘎嘎是 P H O G A G A 吧？是哦，是 Gino， 我正要贴 ，Gino 帮我贴好不好？可以帮我贴在 DC 上面吗 ？P O 哦，布哦。嘎嘎哦，谢谢吉妞啦，我被强制带来代班了。对，我会叫他喉咙少用一点。我会叫他喉咙少用一点。怎么去数？我要带他去拿更高、更酷酷的东西。就是带我去数、啊。我看他怎么，你光不见了吗？光不在左边吗？对啊。吼一下。没有，这边吼没有用。啊、真的没有用哎、欸！对啊，真的是尊都假都，尊都假都啦！我要飞一下进去、啊，起飞，蹭进去，挤进去。哦, 哦, 哦、欸，有了有了，没摸到，摸到，拿到、哦，我先带你。那有，我先带你拿，拿完我们再汇合。来，请拿，拿了，迅速迅速，请拿，拿了。这路还真没走过，我都走这条啊。来，请拿，拿了。这条好多个哦，十个啊，按不到，按，有了，十个吗？下面还有一个啦，我有说过下面那个不要去拿，因为你下去拿一个，你可能会喷到三四个。喷几个不知道。刚刚 JD 去开电脑版，所以门口才穿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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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安安，空你好，空你好。诺斯奥的休息呢？他有吧？有啊，你听我这样很正常哎、欸。有啊，你刚刚是前面有拿吗？有啊、哦，都拿了哈。我不是有八吗？出发，出发！八八八八八八八！要打勾好。你是搜啊？对，搜软安安，看到 ID 了，搜软安安。哎，好的，走喽。明天各自点，各自点啊！对耶，你明天要健身环。问题哎，为什么 ？JT， 怎么有人数在？怎么有人倒了？给他，给他，都给你，翅膀都给你。吼，我吼给你看，我吼给你听。来，出发。等一下、哦。哎呀呀，不吹走， JT! 不吹走。给我爬，给我爬回来 ，JT。好，吼一下，翅膀给他，拔了。不舒服可以休息，没事啦，没事。有啦，我会逼他休息。
应该啦。我可以过去吧？可以啊，来我这，来我这。哦。现在趁现在跳跳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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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来。你回头那边应该还有一个。等下这一波结束之后，你回去摸。好。3、2、1。来，快摸。有前面，哎呀，我被砸到了，好痛！前面，摸完回来，摸完回来，快熟了，哎呦！有了，辉哥，嘿，摸了。好，等这一波，我们再去前面。前面是啊，要绕一圈那个。这边，对，这边是折返点。好啊，还有前面，等一下哦。给你的。哈哈，明天健身环请假，没有啦。我不要 ，no！ 宝宝爬行大赛，虎最会爬。爬行的，哈哈，爬不够。没去这边蹭，去蹭火。有。没你没有。慢了。你吼一下。你吼一下。5岁最会叫了吧？5岁帮忙叫一下。喉咙痛叫不了。次次安安。不是这。点，我要数着。在哪？我这里了，我在这。好，来了。这里真的很。哎，哪往这走？输了，痛啊！不要揍我，不要再揍我了。你们都打了，人家是女生哎、欸。就这样啊，人家素女生，来后面这边。人家素女生，我先。好，还有吗？后面。对，然后后面。然后我们跳过来，跳过去，好的，哎，给他，然后绕后面这边，绕一圈，好，这边算安全的地方，可以了，好，来前面。趁现在，好走，趁现在，中啊！啊，被砸中。那你先回火，你先回去火盆。爬，那样。5岁你还好吗？5岁，走，还好。5岁跑，5岁跑，往右边跑，往右边。我有飞。我好，哎呀！啊！你的右边还是我的右边？跑，往这跑，往这跑。好，我先过起来。啊！感谢树叶的一年，感谢。五岁，爬，5岁。我在爬了。快速了。要去欧弟那吗？欧弟太坏了吧。你跟我走好了。好。好，我们先再回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这里。那现在5岁跑，5岁跑。冲啊！点脑。好，点了。在这边。
完美完美，可以活。五岁岁跑，五岁岁跑，五岁岁跑，快跑快跑，点了，跑回去跑回去跑回去，他精力怎么送断手了？啊，断了断了断了，叫叫。有来，好，可以可以可以。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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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有冰河旗？怎么有人用 MP 单词啊？好扯哦，他们都不点哎、欸，好扯哦。然后还有一个没拿到哎、欸，你要回头拿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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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拿拿拿，就现在。好，走走走。有两个，有两个，这不能。有吗？有啊，点到两个。都点了，都点了，都点了，好好好，都点了，都点了。哎，被砸手。啊！五岁岁，快跑、哦！不用理我，我很快就到了。帮你火一下。没有啦，这个打在地上要先点火，啊、然后这样、啊、这样才好，现在才好，现在才好。啊，好好。来，我带你去死走。哎呀！老死。要输了，要输了。没啦，没啦，这边还好啦。哎、欸，摸到吗？点了，摸了。摸了，我们等下去远方两个哦、喔。准备喽、嗯，准备喽。准备。三，三冲。哦，很远哎、欸，这个。对啊，是折返跑。哎、欸，两个都点了吗？都点了。好好好，好像点到你了。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冲啊！赛跑，赛跑！还有这，还有这，两个，两个，好了吗？好了。好。好，等下鼻子冲。啊！出师不利。冲啊！好，点。点，点了，点了，点了。我要被揍死了！我要被揍死了！等下这边，这边。啪！碎碎。啊！快救我！有有有有有，你的姿势好丑。你这有点吗？这两个？还没。好好，没事。我刚刚那个状态怎么？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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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啊。我又输了。啊，没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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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不如玩鼠啊，玩鼠不如找鼠。哎、啊，点了吗？哎、啊，这边还有，左边，左边，左边。点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好，对不起。左边是那个前面，哦、那对那一颗、那一颗、那一颗鼠头。你看，你不觉得他们全部死在一起，一起点比较好吗？非要这样子。对啊，啊，我要冲过去点，冲啊！啊，不行，鼠了，摸不到，摸不到，要鼠了。啊，不，你吼一下。啊！你吼一下，我传你。不用了，我好了。哦。我在火盆旁边。等一下，我等他，我等他一下。啊，我们这边开始就是一直狂掉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这边。然后绕过来，没错没错没错，火盆前面一个。冲啊！哎呦，我死了。又输了！哇哇哇！十三个，十三个，十三个，十四个，十四个，十四个！哎、欸，你顺便爬这边啊，你顺便爬这个。啊，我已经爬过来了，说。哦。好了。好了，我们前面就是要开始狂死的了。冲啊！啊！我是接你们可以传我，没事啦。哦，你改这个名字哦。爬爬爬爬！哎，我可以走了，我可以走了，我可以走了。妈，我会走了，我会爬了。屏障快撑不住啦！屏障快撑不住啦！
你现在几亿了？你在问我吗？对啊，你现在剩多少？20。哦，可以啦。等一下看一下红蓝用哪几个？哎、欸，我会走了，我会走了，我又要倒了。哎、欸，没了吧？还有吗？哦、还有哎、欸，这一梯不会读作阶梯吧？对啊，它是阶梯啊。不，爬不到。没事，你会越来越强的。你节点应该都有解到吧？节点是什么？啊，我不是跟你讲吗？要用跟 NPC 用红蜡换的东西都节点，就是你要用红色蜡烛买一个魔，你都没有吗？没有。那你你没有？我有讲，我有讲。我说你可以先把一些节点解一解。没听懂你的意思啊？哦、好，没事没事没事。白献祭的？不会啊，不会白献祭啊。这反正你下礼拜还是要继续死啊。这个怎么每次啊？然后每次啊，每周而已，每周要死一次。快输了，我要不行了。你来解任务四了，啊、好诶、欸。哇，你轻松了。换你，你现在你还剩多少？56，对吧、啊？这次比上次好了啦，上次跑到这边还100多根，吓死我。上次那个 bug 真的是。奇奇怪怪，坏掉！好了，不动了。你还有几个啊？八个，6个。沙欧弟还没死啊？数不了，数不了，输了，好快乐，好快乐！哎，感谢小迪揪团啊！哎、欸，小迪、啊，感谢小迪抽头。哎、欸，小迪，其实不止抢完那一张，后面还有很多大肆的抢劫任务。哎，之后再揪，你有时、啊、你有空再揪时间啊，好不好？我们要来当坏胚子啊！我们要听小迪的指挥，小迪带领我们。对，没错没错，他是 GTA。这是什么 AK 霸道总攻啊啊！还有什么啊？坏 AK 什么？忘记了。马路王者，马路杀手还是什么？我只交通工具杀手。我死之前只听到啊，对对啊，就死了。啊，对对，死了。没啦，我没有怀恨在心，我只觉得很好笑而已。城市之王 AKA。超级坏胚子 AKA 犯罪霸主 AKA GTA 征服者 AKA 街头教父 AKA 黑道霸权者 AKA 交通工具杀手 AKA 街斗杀神 AKA 霸道总攻，霸道总攻有够强的，超强啊，强欸，有够强，想被遗忘的秦灵吗？
那你还鱼、啊？看我有记得哎，交通工具杀手。安，这拉太多了吧？玩很久了，只是这一年都佛系没有跑了。然后敖子维先安安猛哎、欸，木兰回首安安，早安早安，没问题，交给我了啊，没问题。最喜欢你领导我们了。哎、欸，对啦，我就给他当队长。我们那天其实、欸、可以捡进吗？啊，可以捡进人啊。啊、前进，可以去摸它，因为我们有一台车，它可以把很多车缠起来。本来想给你玩那一台的，结果昨天、啊、对，昨天时间不够，没事，下次给你玩那台车，一定可以开那台车，警察都不会撞你。嗯、没错没错，你一定喜欢，你一定超喜欢那一台的。对你赶快休息吧，之后再揪。不想跟你只玩一次啊，你太好玩了。说好只。说好剩一次，我好害怕、啊。对啊，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我一听到这个，我们两个啊啊啊！那个游戏很好玩的说，真的有进了吗 ？GTA 6还没出哎、欸，哎、欸，你要不要看 GTA 6的那个图啊？我贴给那个，我贴给你看，小弟。GTA 6的大地图有够大哦，你看啊、哦，好，那已经不是小地图了。对，哈哈。他已经可以玩那个国战了。嗯，应该这个吧，不会点到什么色色的图啊，还蛮色的。来，小迪贴给你，我贴在你的那个 GTA 的语音哦。扑刚刚来的。哎、欸，等一下你飞完那个光柱之后，你扒一下，然后传送我、嗯，有吗？有出现眼睛传送，要这时候才能传哦、喔，这时候才能传哦、喔。哎、欸，没有，按不到，按不到，按不到，一直出现眼睛，点不了，传不了。欧弟不要吼，欧弟你不要吼，欧弟你不要吼，传不了，有吗？有吗？不了，点不了。好好，再一次。哎、欸，有了，这时候才能传送。太近不能传，来了。GTA 六，对，很帅，对不对？还没看过的，来，我贴这边，这边是那个，这个是 GTA 六的地图，右边是那个 GTA 六的地图，贼大。洛森都算什么啊？那边可以打国战，洛森都已经很大。对啊，你看，我们已经在里面迷路不知道多少次，还有更大的图。哇，需要点时间，怕是怕他遇不，他串不到我们啊。一点点，没事，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没有压力。不嘎嘎安安，棉被猫安安。哎呦，有了有了，你这时候不要叫，你不要叫，给他叫就好。哦，有了有了。叫。然后你看他怎么，那天就是要这样子飞啦，因为那时候聊天是，因为你第一次，而且又没飞过，要给新手一点机会吧，包容吧，怎么可能飞不上去？人家新手，平时都我在飞，他没在飞。隔壁刚刚也在哀嚎女鬼桥呢。哦，是嗷嗷嗷嗷那一位吗？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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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位吗？是。哎，番茄。哎，还是我们礼拜六来打外星人，番茄也有游戏哦。这里好漂亮哦！对啊，所以我就说，其实一直往上飞，本人会自己飞。他其实本能会自己往上飞，飞翔的本能。对，你的飞翔本能会往上飞，只是那天你真的是翅膀不够，你的本能还没有被激发。飞不动，飞不动。
礼拜六不一定有哦，好，那不然再约，再找时间约。大家一起飞好漂亮哦！你真的要找时间，我们要凑成八个人在一起飞的，然后那后面的轨迹真的超好看。超漂亮哎、欸！不好意思，不能让你们体验那个光遇的美好声音，因为有版权。不是他盗别人的版权，是他这、就是、他的音乐本身有版权，有点可惜。对，不会让大家听。他是视觉、听觉都很棒的游戏。一定不是太炎热才背不动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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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敢叫他炎热哎、欸！不小心又压到方向盘怎么办啊？啊？啊？压到方向盘、啊？怎么了吗？怎么了吗？那是炭烤麻薯压的哦，你看炭烤麻薯又多了一个分析，要被攻击了，啊，这个感谢哈姆太、欸、感谢哈姆太郎的 follow 啊，感谢，有人在 me too 我啦。哎、欸，不是啊，我代码又飞起来了，麻烦帮我压一下好不好？好了，好，谢谢。花开满，代码今天收不下来。安安，这音乐就要版权，对他，他因为他有一些季节，而且又跟欧若拉合作。感谢哈姆太郎的小起点，感谢。啊，你有什么话？是啊，没事。爱查德安安，别以为丢100我就不知道，哈哈，真的哎、欸，他在装，装什么？装什么？老百姓。哦，我很穷，我不是那个哈姆太郎。盗版的，真的盗版的，是盗版的，倒是盗版的。我看一下哦、喔，生日出卖了。哎，这个是，而且我发现你后面数字是0857耶，好像太高调了吧？你看这张图，哎，这里真的很漂亮哎，对吧？光害，都是光害。还有什么？欸、还有吗？还有那个坏、啊、笑的那一张、啊，坏笑，有个坏笑，就是那个眼皮那个，哦，很欠扁哦。对，欠扁那个。朋友帮我办的，办的好啊。跑出去了。没错，这个是廉价委托，且很便宜。对不对？那个谁，雨风叔叔还是乌龟说的？雨风叔叔啊，他说哦，这个是谁画的啊？哎，不要！怎么了？没有，我怕他看啊，不会啊，他不会看，他怎么会看我的台？他这么忙，而且我们的交情只在啊那个。猛兽派对就那一场而已了，没了，没交集了。借委托吗？我还在想欸，如果之后真的活不下去，就开委托了。我要往前走了吗？可以走啦，就是看看你这边拿多少红啦。欸，我忘记看我有没有几个了。没差啦，就收啊，你就是往前收。我翅膀回来了吗？还没，还没。活不下去，对啊，你知道现在连 YT 都不好做了吗？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实况组竞争已经太艰难了啊。这里要点吗？哪一个？啊、哦，这是那个啊、哦，好，可以了，可以了。哎、欸，你来这边，你来这个星盘啊，这个星盘，你看可不可以在上面把一些节点解一解？好啊。就是有一些红辣的东西，看可不可以解，你就解一解，这样你的翅膀才会变多。哦。其实我不知道现在解你去终点还会不会有？对啊。没事啊，就下一次嘛。我趁现在按一按，不然又要忘记。哎、欸，至少哎、欸、也不用留啦，你要花光也可以。可以哦。先用一根这个，再用一根这个。先剪一个，这个。哎、欸，趁现在无意，赶快装可爱。每次留两根，也不用留两根啦。那个，反正他每周都有红石，现在可以不用留了。现在都有红石，所以不用留两根了。哇，无敌真的好可爱哦、喔、！Goldriga 也是对啊，所以我现在都不会跟人家说留两根了。现在搞成这样子，讲留两根的真的是很丢脸呢。好，你一定是假玩家。你看这些衣柜，好多都是番茄爸爸送我的。爱修安安，晚上好。你的无意给我养，我不要。努力会起飞，不行，会不小心起飞，我会怕。忘记修面具，好、哦。包我两年光遇，一年吧。你玩两年了吗？我才玩三年呢、欸，一年而已吧，一年半。好，一年半，嗯，好。这是一款我当初被强迫玩的游戏，结果不小心玩太认真，差点忘了工作要开会。阿姆太郎有玩哦，哎、欸，啊，真的假的？那个，你们家主播他很缺你的爱，你的心，请缺爱心，请掏出来啊，请载回来，掏出来给他。想要可爱的衣服。不行啊，你给我养无意会死啊，他哪天突然长大也会飞了。对啊，他长翅膀，他突然羽毛长出来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哦。下礼拜有加倍哦，阿姆太郎，下礼拜你送诺诺爱心是两颗哦，两颗爱心哦，一天两颗爱心。没有啦，不勉强不勉强不勉强。对，这就是什么不勉强，不勉强再回来，爱不爱露诺就看这次了。你在情了，你在情了。哎，我要脱掉鞋。哎，我要留几根？不用留啊。哦，可以不用留啦，因为就讲啦。搞不好你今天献祭完，明天就红石了，或礼拜六又红石了，就可以跑了。好，收到。而且留两根的原因是因为，两个礼拜一次的复刻需要两根的红色蜡烛，但是我们上礼拜就复刻，这礼拜不会复刻。哦。对啊，这个意思，这个意志。哦，下礼拜又复课了，对不对啊？各位，好刺激，好紧张，时间过真快。
把感觉可以点的都点一点。嗯，对啊。下礼拜不可以，反正都不用换，对吧？反正都不用，没有啦，搞不好是飞翔季后的了啦。要猜谁？哦，我看一下哦，现在到哪里了？现在到，哎，现在是不是到深渊季了啊？深渊飞行，该来个，该给他们一些衣服穿了吧？你看这些酷酷的衣服，该穿一套了吧？不够了。好好好，那我们可以走了。往前。然后他不让我换头，红蜡还有破碎可以拿，就是红石啊，不是吗？啊啊！有哎、欸、有哎、欸，终于是站一排人了。有吧？你的画面开始有人迎接你了吗？哎，开始有人迎接我了，再也不是一个。哪有？上次是两个。而且他们站超开的、欸啊，好哎、欸，一二三四五，五面翅膀啊！现在是五亿吗？还没吃饭还敢讲？对啊。哦，你直接五亿了、哦？对啊。那我带你跑得蛮勤的嘛。五面翅膀啊！看到诺诺想到你还没吃饭，不是没吃饭还敢讲啊？对啊，还敢讲 啊？还敢不睡觉啊？快吃快吃快吃！快去吃快去吃！要逼网啊！你知道这次犯罪吗？你知道这次犯罪吗？走，往前 ，Go Go！ 你在这边等我。嘴巴在动，我在这里等你。啊，原来不是在等我吗？我误会了吗？我还在动画，哈，我还在跑动画，有 bug 了吗？我在跑动画，怎么？我 bug 了。你怎么 bug 了？哎、欸，你不用看动画哎、欸。应该是啊，这个啦，这个门啊。隔壁粉红色主播开台来了。等等吃一定真的吗？真的还假的？要记得吃饭啊！真的，他有力气迫害我哎、欸！哎、欸啊，大家都没他通知。有我爬起来了，我爬起来了。你看五片翅膀，你人类就不见了。我被霸凌。你应该是传到新的地方吧？没有啊，回到那个哎、欸，你是预境吗？对啊，预境吗？哎、欸，对耶，为什么？为什么会在预境？不是应该会在那个吗？我要重新投胎吧？啊，完了！我跟欧弟还有那个阶梯都在这里。没事啊，传你们就好了。这个为什么不是应该要传到云草啊？哎、欸，那露诺，我们走。盗版，自己说盗版。哎、欸，你看我五个，你看我五颗。你看长大了，对不对？五颗了，五颗了。嗯，按不到。哎，这不是我按到新盘了一下，完了，好的，走走，冲啊！还是我们是要去投胎那边找他、啊欸？完成，有了白痴，哎、欸、哎、欸，应该我们会投胎在这边才对。哎、欸、呀，他那个哎、欸，对我坏掉了，坏掉了，完成了，对不对？走吧。我看他站在那嘞、欸，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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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完成了，真的，怎么有老鼠？嗯，
老鼠？怎么有老鼠？那个有一个老鼠，盗版老鼠。他要跟我抱抱。走开。哎、欸，真的哎，跟他抱，跟他抱。他太高了，他太高了。哪里有了？哎、欸，还自己选那个老哎、欸哦。你很懂嘛，哦、哈姆太郎。看一下动画。怎么有老鼠？怎么有老鼠？你看这些先祖。哎、欸。好的，老鼠。对啊，老鼠。你今天不是礼拜四吗？宝可梦怎么开台了？挥挥手。选字。哎、欸，没有吧？所以后面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选在这边重生了？可以了吗？我记得前面应该门都开了吧？反正任务解完，现在要找谁？嗯，就往前看啊。将在三天后开启，稍后重来。哦，这版不行哦。之后是不是？哦，要等正式上线，对不对？有没有？就是我们三天后可以再解。哎、欸，我会旋转，我会旋转。真假的？真的。哎、欸，不行，哎、欸，不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看你们主播，你看，我在看啊，我在看，我抬头在看。你看，我真的会转嘞、欸，帮你回本了。我也不知道我转到哪啊。哎，我让你看一下，哎呀，我先往上飞一下。你能量很多哎、欸，你是没能量，你白痴哦、喔。来啊，你背我，哎、欸，用背的吗？对啊，你背我，你背我，帮你举啊。哎，帮我举，好，等一下背。嘿，有苍蝇，起飞！等一下，起飞！你看，加油！你再会飞一点，你就可以带路了。你看，我真的会转哎、欸！啊，好了，可以了，下来啊！制图。有苍蝇，真的是苍蝇在飞。它明明就很可爱。好、哦。好，点击的。对啊。好，先收个蜡烛。你看这个，听说他在看一个小蟑螂。哎、欸，真的哎、欸，有没有一只小蟑螂？小螃蟹？蟑螂吗？螃蟹啊！啊，螃蟹！哎、欸，真的也、欸、是一个螃蟹。是说我的名字前面那个图案是啥？这边我不熟。你那个图案哦、喔，那个是棒棒糖，冰淇淋，冰棒。因为你丢小起点了，所以每个额度有每个额度的。的图案徽章，对，斗内徽章，小徽章，对对对啊，对，哇，这边都有蜡烛点，很好。介绍一下之后的方舟也是长这样，就是你要解任务，它才越来越漂亮。哦，老天真的要带你解。好的，还有那个小洞哎、欸。哪里有小洞？旁边有一个小洞。嗯，预告。不是。喂。哦。啊！看画面，想说为什么有我的 ID 是吧？懂了。好了，
鹰人开跑，欧弟带路。那要坐上去。可以坐在别人头上啊，好棒哦！你问号什么？你不是车长吗？不够。你想休息了？好吧。那赶快休息啦！你快休息吧。其实我今天图没跑完啦、啊、因为想说之后剪精的图会经过。那 JT 手过来。那个莉莉还是莉莉啊，他就说睡觉是他的那个啊。你知道他取我的名字多过分吗？啊你们那么干呐、啊、你在说什么、啊、一开始。他加我好友，我跟他讲说你那个要取我的名字哦，你要带哦，你那么棒哦 ，JT 你要带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是取我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他以为我在骗他。我说你到时候就不要满街都是露诺，你会吓死。然后加完好友之后，他就说哎、欸，你真的没骗我哎。然后再来就是他知道就是我改名字，他也看不哎、欸，他改我的名字他也看不到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乱搞我，有吗？好，我也可以念给大家听，我取了什么名字啊？大家想听吗？可是我怕等一下那个、欸、架在脖子上的刀就挥下来了。我要念咯，念什么？哎、欸，我要念我班取的名字啊。陈导变了、欸，陈导变了哎、欸。会有接触的，我念了，你 OK 哈？我要念了。绝智稀有，坐骑星星好。完蛋了。啊、他应该没听到。哎、啊，你听到吗？而且那个星星还是那个，哎、欸，动物的那个。哎、欸，毛太郎哎、欸，安安，你娘安什么？你娘安？波西安安。我说你娘安、啊。诺诺安安啦。哦，不是你娘哦。啊，他想讲颜若啦。哎、欸，我们的大辣也还没剪，就是想说我们等一下会顺便去跑试练，所以大辣还没剪。啊，太麻烦了。所以我才想说，等一下我要个别跑的话，会剪金人喽。注音不及格，嗯，你是从这顿的哦，啊，我都顿错位置，哭啊。什么西西主播是谁？星星啊，可以不要一直注英文吗？中文都学不好会被外国人笑哦。喝水，不，哎、欸，人家叫你喝水，不是叫我喝水。小胖一定是叫你喝水，不是叫我啊。哦，好，我喝。没，其实我喝完了。哎、欸，吃惊人哦。喝了。撤了撤了，哎、欸，干杯！哎、欸，
干了杯，是不是要去吃老干杯？没有，乱讲话。那就多练注音吧。欸，你知道早期我这边是不准打注英文的哦，因为有个人整天在那边字不好好打，一要打说呢的平，你那种呢的声音今天好奇怪这样子，七还是打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哦，奇怪。我那时候一气之下，我就说好，从现在开始我的台不准打注英文。然后他就在那边嬉皮笑脸，列队飞行啊，最后被我 ban 了。列队飞行好帅，要看谁打黑奴，不会带的就空空空，要被 ban 了。没事，之前他是太蓄意了，几个字一两个字习惯那还 OK， 那你打个奇怪的棋，七一棋而已，他不打，他把手切到右边的七键去按七耶。小胖要去吃老干杯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走啊！哎，我们剪刀，记得带我的分灵体去，这样我才吃得到。这是什么？可以烧吗？没有，有拿到。啊！为什么这里可以钻出来？人家就很强啊！跟我说很久没跑图，你看他这个肌肉记忆。那为什么叫他跑图？给他跑就好了。回家。是回家吗？应该吧，拿完了啊，应该直接回家吧。献祭还是云野？欸，可以献祭啊。不然就是我献祭只能用手机献啊，不然我没办法献。走啊，试炼，献祭下死完。回家。要试炼。哦，回家。回家。番茄山药细面听起来很好吃。好干杯，一律推荐番茄山药。阿长，安安，等一下，你过来，因为点不到他。啊，上来。好。坐车。哎，反正试炼也是可跑可不跑的嘛，是蜡烛比较多而已。哦，好了，好啦，我要偷你的那个了，强制关台钮。怎么大家都要偷我的按钮啦？你拜他按 F 了，我又没念错名字 啊！没有，我那时候跟他解释，我说加速按 F 是早期，真的很早之前，我们在玩 GT 的时候，我迫害人家讲，那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开台玩，有的就是可能在我们在玩那个喷射机，然后在那个可能在竞速驾驶。速度都很快，然后就会说：“欸，我加速了。”然后大家说：“你哪一个？”我说 ：“F 啊，按下去。”然后后面全部一排人全部跳车。欸，按了吗？好，超会。对，那你那个精华是之后的，之前比较好笑，而且还有飞机竞速，我们是一排人在那边冲嘛，
啊，过程中可能会互撞到就死掉，然后会互嘴说撞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哎、欸，吃这个吃这个，按、啊、他说，那时候好像有人说什么啊，吃到那个什么飞弹，吃到飞弹怎么按？我说不是 X 就是 F 吧。然后他说 X 没有，我说那你按 F 看看。然后 F 按下去，后面一排四个人同时跳机。早期真的很好骗，对，哎、欸，到时候我们 GTA 如果下雪，我们在开车，我就说，哎、欸，你知道在车上也可以拿雪吗？然后小迪说怎么拿 F， 他说哎、欸，在车上也可以捡到雪，我拿到雪了，哎、欸，怎么拿的，好猛哦、喔！可是我那天是念留言，我以为 Gino 是想骗我，我后面有加一句想骗我，想骗我讲比较小的，对。那个时候，小李就已经按下去了。你按了吗？按了，我按了。想不到他就是在我讲完的瞬间就按下去了。哎、欸，不要啦！哦，不要讲 F 了啦！不要念那个啦！还好降落伞、欸，拿了，我，哦有谁啦？真的还好，当时找他玩、欸。哎、欸，对，我们昨天不在抢车。他一开始，我有问他说：“哎、欸，小迪，所以你会玩吗？”他说：“嗯，会，之前有玩过，就是但是不太会玩。然后想不到他居然是一等，没告诉我他是一等啊。”然后他说他账号删掉了。他只告诉我，你有拿吗？拿了。他只告诉我说他不太会玩，但是没告诉我他是账号删掉，只剩下一等。对。哎，你拿？拿呢？我以为你会先扒人门呢、欸，还是扒人门就算了。有人飞了，有人进化了。哎、欸，为什么你进化我没进化？为什么我少拿一个？是不是？我们不是应该一样的翅膀吗？我怎么还没进化啊？还是我刚云远那个洞没拿？没事，我等一下回头去看看。没差啦，哪有那么多翅膀干嘛？拿哦。拿哦，好。你看，我现在才进化。没有的话要惨叫，怎么惨叫？我刚连我没有拿都忘记了、欸，刚聊太嗨了，真的太好笑了。八人们，我找时间带你去拿好了，那个金人。嗯，好啊。就是要八个人点灯的那个。这是国际服还是国服？国际，你们现在加的话可以获得梦见露诺的好友哦。要我好友做什么呢？八人门有点难凑，不会啊，开台超好凑的哎、欸，兔窝聚餐哎、欸。
加，哎呦，你要现在加吗？可以晚点呢、啊。加我好友可以送我爱。你都可以，那因为我现在 Switch 不好打字啊。那个，你那念许还是零啊？一直忘记零嘛，对不对？零了。许零，那个你最晚几点？你看到几点？因为隔壁这主播不能太长时间说话，因为之后丢着他一个人去休息，他会数掉。PC 现在只有 demo 啊，我现在就是用 PC 玩的、啊。对啊，但是他可以玩了，他 demo 到正式上线。我明天休，所以玩到几点都可以。好。那先等我们这个司机告一段落，我再去加你。哎、欸，你奥弟，你要休息要讲呢，我可以听听，我可以听你休息。啊，但你不准啊，加班。没有啦，哎、欸，好啦，跑完圣岛你休息好不好？我剩下我自己跑，我带他们跑。好且、喔、哦，这个盾，对吧？对吧？有时候跟着他跑，我都在想说，欧弟是怎么盾？想半天，啊，要被螃蟹咬了。不费啊，不费。好的，我宰。欸、小班要宰。真的吗？好诶、欸，有我的局吗？有啊，金人带着你啊。我看你到几点啊？大不了就是捡到木土或木土钱而已。来摸。摸到，有了摸了。这个遁地太强，他超强啊！你看不懂在玩啥？嗯，社交纸娃娃。换衣服，换衣服。等一下，等一下，我点到吗？啊，有有有。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换装游戏，然后有些人是聊天游戏，收集衣服的游戏。对，就看到这些不同酷酷的衣服吗？都是可以买到的。有些是台币，有些是游戏币。然后这游戏 bug 很多，不过都是良性 bug， 没有恶性 bug， 没有像说，可以拿出很多东西的 bug 啊，还是什么，那叫外挂，那叫什么破坏游戏平衡啊？对，这个遁地只是我们是利用那个卡图。就是有些地图它会穿模，我们就卡出去了。现在不是我的菜，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这游戏很吃重。有些人觉得很可爱，但是我就很理性的分析给他们听，说这游戏到底在干嘛。我说这游戏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好玩哦。它没有打怪成分，只会被怪欺负。然后没有等级什么的啊，我们所谓的等级就是上面这个一条一条我们的翅膀啊，一格翅膀就等于是我们一条命啊，我们就是三几格就是飞几下，然后就用几格命在用 ，bug 很多完了。哎、欸，你可以带小胖跑图哎、欸欸，小胖你可以牵着诺诺的手哎、欸，你看他现在在我的肩膀上面，对不对？到时候你也可以。要么在他肩膀上，要么他在你肩膀上。你看，你在骗人来玩呢、欸，喜欢在玩啊，真的。对啊，真的喜欢在玩啊。好，我们回家。啊，回家。那今天没了没了没了。哎、欸，好像不用下来。
要啊，你要下来，你不下来我怎么？啊、不用啊。你啊、欸？可以吗？不行，可以啊，我回家了。哦，可以了。哎、欸，很主动哎、欸。你很主动哎、欸、，girl， 波西话术。哎、欸，你说回？没有啊，就是话术。你可以跟，你可以跟你们最爱的主播零距离接触。哎、欸，那个，来，你快。你看，你对我用摸头。你看，你们不是最喜欢摸他头了吗？有必要会把我摸秃啦？你看，可以摸他头。该玩了吧？会被摸秃啦！好，你休息，把手给我，我们去八人门玩。好。嗯，那个呢？我在努力了。点不到他。有了。不摸我头，你来啊！你来啊！你点啊！你敢不敢点？好，拜拜。哦，你限时就可以零距离了，这么厉害，这么牛掰。你不是说讲吗？举妞醒。举妞请唱，举妞醒醒，举妞醒醒。算了，我跑去打 Apex 了。那你要不要吃完最后的金轮啊？不是最后啊，这张图最后的金轮再去吃。哎、欸，他不要哎、欸，你不要哦。那拜拜，路上小心。祝你的网络连线哦。我想说，祝你 iPad 的网络连线我很稳。哎、欸，这吃过了啊。嗯，我是少吃了哪一个啊？为什么欧弟你可以比我多一个永久翼啊？还在睡，起床了。起床了。对啊，这个真的是三思啊！这个你就算氪金也不会变强啊，会啦，可以买账号，但是你就只有帅帅的衣服而已，就没有技术，也可以去骗人，去骗妹妹、骗弟弟啊。啊，看有没有我做的这个这种示范，就是啊，我们在穿墙。没路呢哦。都不知道怎么玩 Apex 的，还是来跟他打？他说什么？我刚刚没看到。他说没 Luna， 我都不知道 Apex 怎么。欸，我很久没开嘞。讲真的，这游戏有所谓变强的吗？有啊，就像刚刚那个带队的 OD， 那个飞的速度，很会飞，超会飞。你可以用这个飞行技巧，让露诺啊沉迷在你的。石榴库下，对吧？哎、欸，我站在上面就好了吗？哎、欸、哎、欸，对啊，只要在这边就好，选一个小便斗。真的啦，你看举出大棒棒，你看小便斗。哎，雪莉，哎、欸，还是凑可以凑满吗？我们去看 Oreo。LD 来，那几个2、4、5。再两个马同学，利恩还是番茄过来，三个吧，至少要七个。可以去带你看除了光之生物以外的生物，有狗狗。听起来有料。踏西，来好了哎、欸，这么快哦、喔。那你一开始啊，可是现在新手的那个季节好像不太一样哎、欸，你就是戳自己它会叫，然后你跟着那个十字的准星光亮走。现在是用 PC 版吧，按 Q。
PC 版按 Q 可以叫，按住可以大叫。哎、欸，人来了。好、哦，有人要跟我说、哦，瞬间变出很多人啊！啊，哭啊！瞬间，我在加好友。哇，只五个而已，五个叫不了旅游。啊啊啊！这样吗？除非他们想要跟着去，来吧，怒怒。哈？哈？干什么东西？你叫谁？你叫谁怒怒干什么东西我有怒怒症吗我没有啊怒怒啊嘎奶哎不好意思你飞进去要带路要说呢我这里不熟哪里呀、啊、不是这一间吗我怎么记得是这一间主播教我怎么玩，我不用 PC 玩欸。诺主播，嘿，我要怎么教？怎么玩 ？WASD 空白键，空白键按，轻按一下是调啊，他广告，按住就广告，他广告，阿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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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阿爸阿爸，好了吗？好了就好，等等，好了。好啦、啊，没有，我是说 JT 不是要去打瓦了，要打 A 吧？我打 A。广告结束了没？还没。快点，各自找一个点。按 F。二四六七，可以，召唤出圣兽。哇 ，JT 没位置了。啊、哦，好酷！召唤狗狗，狗好可爱。你可以骑在上面，赶快骑，它可以骑。啊，不到。然后如果背背的话，一样可以骑它。被雪莉骑走了。你怎么下来了？我不能控制它、啊。对，不能啊。好可爱哦、喔！七七七，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好了 ，JT 可以去休息了。广告完了是。WASD， 然后滑鼠还有什么？空白键可以飞，右键是换飞行模式啊，左键是什么？左键是点人哦。对，还有什么按钮？我不知道，我没用 PC， 可是 PC 的画质真的很好看、啊。好像是像 Q、E 跟 F 吧。好，就这几颗按钮。F 就是互动键啊，有些东西可以互动。是，你像我这是用手把玩，是 Y， 所以我靠近谁都是按 Y。啊，键盘的话是 F。哇，我飞走。欸、靠近别人互动键是 F。不能扁人，可以啊，可以扁人啊。啊 ，Z 可以有按键提示啦 ，Z。鲁诺 ，X 是那个啊扁人啊！不要揍我！你怎么可以打女生？你看，可以扁人啊，是可以的，可以做到的。这什么？有人在 me too 啊？不是，我在示范给他们看，你们玩这个游戏就可以 me too 你们主播了。哎、欸，等一下我要回家，回家，这边跑完了。回家，对啊，跑完了。好好，你要跟狗玩吗？坐下。哦，
不要，我刚刚玩完了。我刚刚不是唱了小毛驴了吗？嗯，他是狗。迷途主播。走。哎、欸，你怎么变成小萌新的脸了？显示 bug， 像我常常看到你是小萌新。要给啊？对耶，来了来了来了，抱歉忘记了。来，秦麟，这给你。好了吗？你怎么了？你看起来很沮丧。呵呵。哈哈，你啦。困了。好，那就到这里了。剪完这张图吧。好，不好意思，我太歇斯底里了。没啦，这张图还好啦，这张图蛮快的。雨林是所有图里面惊人最多的。对的。啊，还行啊。哎、欸，你加好了吗？啊、哦，有了有了有了。好，你们的诺诺主播快可以开光遇台了。快可以了吗？好像还不行。那你可以开着砸坛。开着砸坛。你去那个啊，明朝记砸坛啊。啊，对不对？里面的歌又好听，好不理我啊！你要确定那个没有版权，吃版权。我那边不是画画吗？画画那边没有吃到版权过。哦，好啊、哦，我信你啊、哦。嗯，我骗过你吗？啊，你们谁那天在跟我讲说什么聊天？那声音语音很像王贝贝的啊，就是我，就是我。哎、欸，你有没有拿到？有啊有啊。哦，是我爸吗？没看到，那个声音就是我生母安安，好吧，完全没有变声器。王婆媳，哎，旁边有那个哎、欸，那个黄黄的蜡烛有火哎、欸。啊、那個！怎么可能？下面真的啊！后面你没捡到吗？这个对啊，你没捡到？对，捡到了，谢谢。你看，真的捡到了，捡到了。哎、欸，你收啊，你收火，我看没办法收啊。欸、你现在几杠几？你现在蜡烛几？啊？你是黄色的吗？对。52，不是不是，他没有全满吗？没有，有少一点是不是？好像是少一点吧，他看起来是满的啊，看起来。那就是你看我的实况台，它是有这么满吗？左上角的黄色蜡烛有这么满吗？对啊，那就是都有剪完啊。哦，那可是刚刚有火可以碰啊。是 PC bug。哎、欸。有碰的话，你满的应该可以拿到一根啊。啊，不知道啊，他刚刚有火烧在我身上啊。你搞林被骗。露诺瓦干奶，我真的啦，我可以。好啦，我相信啦，我相信。哎、欸，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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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走走走。八。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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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八个。
要这种八是吧？好的，好的。我没有玩火。然后小胖，我们就是要捡这个东西，捡这个黄黄的小金人。啊，串。好，你等我。啊，捡这个小小东西会使我们壮大。你记得开场我们不是跟带着啊你们主播去死吗？我们就是捡这个东西，然后去那个地方死还回去，还回去给他。哎、欸，就是反复这样子使我们壮大。那在刚刚不是看到露诺消失吗？对，这是这个游戏另外一个 bug 特点，就是我们会遇到串线的东西。所谓的串线呢，是因为这个游戏它一张地图最多容纳三，那个容纳、啊，我的表情，最多容纳八个人。那有可能说某张地图有七个人，缺一个，对不对？那就有可能是把我或那个露诺一个人挤掉，去凑到第八个人，手啦！哎呀哎呀，玩一下嘛，玩一下嘛，下个样嘛。还可以的。对，然后这吸上去，你会看到我们上面数字会加一，这样子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多根翅膀。对，可以挥。我怎么记得这里是什么 DC 啊？来，好了吗？啊啊啊！阿祖，我在玩火啦。哦哦哦！刚刚蜡烛火拿了吗？拿了，拿了。我最最不可以拿蜡烛啊！可以拿火柴。完了，太喜欢艾希普的跑步了。这游戏没有跑步。对对对对对对，艾希普的跑步会切到输入法，然后就会动不了。请装了一个美式键盘输入法。有玩 GTA 就应该会自动装吧？对，会自动弄。对啊。下不去，哎呦喂！一些还是会啦，只是不太专业啦。有装，对啊，有玩 GTA 就会自动装。嗯，就说啊，你不会装美式键盘哦，你先去买 GTA， 把它载下你就会了。打开 GTA 你就装好。哎、欸，对 ，GTA 那个末日抢劫到底是……嗯，我要全部抢过一轮，才会不用交通器的那个费用吗？就劫到最后啊！啊、欸，末日抢劫不是很多关？啊、对啊，就全部抢完啊！全部？对啊！疯了！不会啦，末日抢劫。很好玩，你标注是标小迪耶、欸。好了，大家好，我是上世迪、啊，那个 A K A 城市霸主 A K， 对，他是小迪，来学一下。猛哎、欸，你这个飞好厉害啊、喔！哎、欸，你怎么学的啊？
小迪你好啊，你好你好，番茄你好。番茄，你知道原本是想找你吗？可是我那时候那个想到你，你现在不是都是早晚班不贵？哎、欸，早晚班不确定。因为那时候本来是小弟的位置是想找你，只是怕你太忙没空。哎、欸，可是你说 GTA、哦、对啊啊，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啦。反正那时候想问，但是我是怕你要顾店比较忙。我也没买、欸、哦，好吧，还好没有找，我就哦，就哦哦，好吧。啊，你 GTA 的啊 ，GTA 6嘞？那如果到时啊，你有玩呢、欸？想玩呢、欸？要不要一起？来了吗？喂喂喂喂喂，拿了吗？拿了吗？拿了吗？哦，我就帮。不是你好好，你讲话不要那么大力。bug bug， 中吧 ，OK。你要玩我就买。你是说六吗？因为六代出来，我肯定会在上面又泡很久啦。你知道我当时光是靠那种小小差事，我就买了第一栋房子。怎么概念呢？就是我们魔物猎人一直讨伐那种小型魔物，讨伐可能上千头、上万头，然后终于买了第一栋房子。你是哥布林杀手吧？对，我就在继续。我就说我去找哥布林，杀到那个他叫什么？他那个级别叫什么？金。六不知道等几年了，有那个啊，等十二月啊，已经有些陆续消息出了。十二月好像会出预告、哦。对，他会讲一些东西，已经有消息出了，但是会出什么时候出六还不知道，但是已经放话出来了。脚怎么伸不出去？欸、这边这种特例吗？这个位置？啊！下不去，下不去。喝无糖青露可。救命啊！蹲哪里呀、啊？我记得我上次蹲这里呀、啊。有了吧？哎、欸，有了，有了，有了！猛耶、欸！里面一点不好说，以前是盾外面呐、啊，他那边斜坡有偷改，我以前是盾外面的。啊，有了，好，不愧是你，不愧是你耶，主播，这个这样飞都吃得到。哼，导数跟。我以前也盾外面，后来盾里面。你盾里面是盾躲里面啊，金人那个位置，还是金人再出来一点？嗯，找时间要把一些土的金人盾一盾，不盾一盾啊，一些土盾一盾。哦，就我刚刚盾的位置哦、喔，哎，那我是不是很有自猛欸？你要这样，我怎样？是吧？我怎么了？等一下，刚刚想到，嘿，请问，主播你怎么了？哎，感谢梦见露诺啊，兑换了自为猛欸。啊、你也一起啊，猛欸！不要跟着念吧，猛欸！好啦，看你那么累，猛欸！多夸我，多夸我，多叫叫我的名字就好了。梦见露诺，猛欸！怎么有点快乐？
谢谢主播让我顺路传到场座。不会不会，猛欸啊，举手之劳，猛欸。他那时候是想换五马啦，可是我说五马我不行，你叫我喵可以，叫我学异国语言的喵我可以，猛欸啊，但五马我不行啊，猛欸。我在帮你们迫害欸，你还想听什么？我为数不多的点数，我要没了，我又空了啦，赔钱。你要猛欸，你要问番茄啊，猛欸，他番茄，番茄，猛欸，来拿啊，猛欸，有40万可以借我用，真的吗？那你可以换一个。拿了没啊，猛欸？拿了，拿了。你没吧，猛欸？好丑，猛欸，露诺，你不要叫梦见露诺了，叫猛欸露诺好不好？猛欸小写的 A， 猛欸露诺，猛欸。那个馒头我们吃完了，猛欸。五 A 吗？我的吗？我的，可是我没有图钱，我没得让你玩终身点数欸。猛欸。哎，因为雪莉看的比较久啊，猛欸。还是对啊，在我这边换，下次开台五分钟健身环的时候边猛欸。没有五分钟，你说五分钟的猛欸吗？当然是5MA 啊。没有5MA 啦，没有5MA。怎么可以没有？猛欸。好，我有新想法了。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把它加进转盘里，大家努力转吧。猛欸，各位转起来，猛欸，转起来。我记得是这一根。我们更新的转盘，好玩的。只是我会数掉。吹番茄要借我用那40万吗？你断了，你找安全的地方，你快走。前面有棵树，有个大洞，你快跑进去。前面那棵大树，跑进去。有。啊，猛欸，哇，你会猛欸。带跑了。啊，刚好技能减。对啊，就是在里面啊，猛欸。教学完了，辛苦了，没目标了。有啦，就是你扒一下，往那个亮亮的地方。等下示范给你看哦，猛欸。我们转盘会加入5MA 五分钟，努力转吧，大家。还是一个啊，哦，有意哦。好啦，一组动作好不好？明天没有，就加一个东西上去欸，明天而已，明天而已。之后可能会拿掉，我看情况。大家努力转。猛欸。欸，你要加他吗？可以啊，我等一下等我们到后面吧，因为他飞完这张图就要休息了。没错。他快不行了。除了快不行之外，怕等一下会听到那个斗殴的被扁的声音。谁啊？谁要斗殴？拿吗？拿了。你也可以加加吗？啊，还是啊？哎、欸，等一下顺便加小胖吧。啊，不用，那个小胖晚点教你怎么加你们主播。我晚点请他，猛欸。
我那边请他萌哎、欸、安到猛哎、欸，完全请他去用那个给你，那个有个代码，对，有个很猛的代码萌哎、欸，哎，25分了，25分了，结束了，烦死了。嗯嗯，没有吗？什么意思？没有啊，就是你用代码直接传在你的 DC 群给他们啊。啊、哦，好啊，等一下。对啊，他一个代码只能给一个人加啦。对啊。所以上次有人是直接抢人家名字，我直接把那个人超坏，不是删他不能删好友，他只能黑名单。我觉得他比较难过的是这一点，就是你就是有这个人在你的黑那个黑名单里面啊，会在黑名单里面，好讨厌。对，但是他也很过分的是，对方还是看得到，比如说他删我好友嘛，他黑名单我。他看我是黑的，但是我看他是原本的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他黑我，我还在迟迟等他上线这样子。啊，对，那今天好玩的是，我有小胖的好友，也有你的好友。那今天小胖跟你跑图，啊，我就传小胖，我就问小胖说，哎、欸，隔壁这个人是谁？然后小胖就说，啊，诺诺啊，然后就知道我被删了，我被黑了，有没有很痛苦，很过分？没有那个秦琳，你等一下直接这边餐桌加就好了，好吧？所以这个，哎、欸、靠，我上来干嘛？我们不用做，我们用科，我们用魔法。魔法，好的。我当初都是黑别人那一位，哇，那你。你很勇哎、欸，你很棒哎、欸！我可以丢给小胖吗？丢什么小胖？啊，欧弟有在里面吧？嗯，欧弟有在你们群吧？我不知道哎、欸，有吗？有的话，你去他的香格里面啊，香格里拉里面丢啊。香格里拉。嗯，没有哦，那要怎么丢？哦，变黄昏了，这是黄昏还是清晨？没有，这边一直都是这样子，我感觉是绿豆糕。我看像稿子。好，我们回家，回家去加小胖。啊，可以了吗？对，可以回家了。好嘞。那个小胖，待会就是等一下你们诺主播，哎、欸，那个你秦琳，你来加他。我来按一下。啊，你应该直接套蜡烛就好了吧？应该不用桌子了吧？秦琳来。然后记得要解锁到机长啊，才能送爱心啊。那个待会就像这样子，他会给你个代码。小胖，我，哎，小胖，你是？哎，哦，刚刚有一瞬间，各位，就那一瞬间，有没有看到？有吧，有看到的有看到的有啊啊啊啊啊啊！手滑了，哎、欸，挂好，我备注一下，哎、欸，哦 ，Hello， 我天哪，小胖复制那个代码，然后小胖你就复制这個，学我干嘛？你如果是手机的话，你就扫 QR code。如果你是 PC 或其他地方的话，你就输入这串代码。OK。隔壁这个应该是秦琳，你对，这应该是秦琳。哈？这个啊？啊，有了。那加完小胖，我们关台吧。
没有，今天本来就只是想要过过那个季节任务而已。带我去数啦。没啦，说数什么数？带你变强啦，变厉害啦。敲到手好痛。不让我按检查欸，检查什么？你是说按 Enter 啊？你先按 Enter， 然后再用滑鼠按。哦，等他的打字在下面那条。对对对，他的打字会在中那个快那个什么工作列那边，工作管工作列那边，他很白痴。然后下面那一条，你可能打字没出现，你看一下下面那条白色的杠。哦，对，啊等或者哦有了。然后，对，这是 PC， 应该到时候20号后再看。有了，它那个有比较好打了。有吗？有优化很多了吗？有，之前打字会延迟超多，现在不会。哎、欸。刚刚有人等一下有100块的换字尾是谁？哈？什么100块换字尾？我刚刚看到100块的句尾是谁？是谁 ？K M A E K I C H 是谁？刚有丢小起点，然后换字尾的。哦，对不起，我刚刚略过了，是谁？我去哪边可以看啊？嗯，哦，我要飞走。雪很滑欸。小胖有吗？小胖，你现在卡在哪里？因为你现在那个地图，我们没加你好友，其实老手很难过去穿那个遇到你。小胖应该是 PC Steam 版吧？对，有了，晚点帮你后面加跟你们主播一样的 ZDD 符号。走去找小胖。哎、欸啊，哪里？我在天上。你要不要跟我解锁到机长？女人，不知道是女人还男人，要不要？这样，到时候你可以给我爱心哦，我们很赚。好，应该是没有。哎、欸，你至少跟露诺解到爱心吧，他比较缺爱心。他现在是强匪，每天都在偷爱心，做女人，爱心强匪，帅哥。对，你至少跟他解到一掌吧。哎、欸，我会点到你。我滚！我先去找小胖。星星号远一点。哎、欸，我也想去看。有了，机长有了。哎、oh yeah ，哎，好油啊，那么多。传过去就行了吗？对，你先传好了，我好友应该是遇不到他。好，来了，传送，使用同心，来，恋爱都市哦，不是，这是不是恋爱都市了吗？哎、欸，为什么过不去？有吗？你有遇到他吗？无法加入。哦，他那边应该满了。我想说，我的 DC 怎么想的？怎么了？粉粉的那个最平易近人的姐姐，要来我看一下怎么了。各位。
不过来了。小胖，你在哪？哎、欸，你怎么飞过去了？可是我没看到他哎、欸。嗯？哎呦哎呦，使用同行受缚拉比。有吗？你有找到小胖吗？偷心诺贼！哎、欸，我看到小胖了，小胖，你按住 Q 一下好不好？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我看到你，小胖，按一下 Q， 按不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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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我飞不过去。你传我，你传我，你传我。我传不到你，我点不到。我好，我好，快好快好！我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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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来了来了来了，有了有了有了，放我下来，放我。等一下，我被断手，断手的。我被吹起来。我被蝴蝶叼走，被蝴蝶绑架。好了好了，小胖。哎呀，按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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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我。哎呀，小胖按一下。啊，我也给你好了。来，小胖。哎呀，按这个。小胖，这个至少要给哦，这个我才能给你爱心。收得到吗？要换你换一下角度。你画面至少只要有我就好，你画面只要有我就好。啊，好了好了好了。好诶、欸、我背上多了个椅子。来，这个是压岁钱，不要让你的主播收下，这是压岁钱，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怎么压岁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要五分钟才能收，要在同一个地图五分钟才能收。哎、欸，可以放。放哦，放啊。可以放那个，喂，你看我可以放一只。这个圣诞节会卖。解锁这个，我知道你想要这个。没？然后小胖那个蜡烛不要乱花，新手蜡烛很珍贵，对对对对，不要乱花。这个女人，我上次跟我哎、欸，她刚开始抢两三天在玩，她不懂，她花得很开心。我说别，很重要，你们新手先留好别。走完了，走完了，来吧。来吧，小胖，这是奖励哦，小胖，快点！他是点到我啊，他点不到，他是点到你。小胖不是我，你要跟谁？要跟到，要跟我，这个，你们主播 ，Gino 看到没有？Gino 看到没有？Gino 该宰了吧 ，Gino 该宰了吧 ，Gino。哎、欸，上次是谁？谁是谁？我不知道谁，我就给他牵上去，然后他就给我爱心了，我根本就抢到。谁？冰冰吗？忘记是谁了？是冰冰吗？还是谁？忘记了。我其实没有要爱心呢，我就按一下。哎，这边待个五分钟，至少送你爱心。哦，然后我讲一下哦。我们这个爱心啊，只能先主可以拿到一次，但是最那个跟都是跟玩家拿的。这个爱心是要用三个蜡烛换一个爱心的，所以都是从别人那边拿爱心。他就是有些人会互相送爱心，就是你给我你花三个爱心给我的爱花三个蜡烛给我爱心，然后我有花三个蜡烛给你爱心。啊，会有人会去争这种护心的东西，可是我们是流氓，我们是土匪。哦，看起来好呆哦。出谁？他就是你。然后他这个头发是万圣节买的，这个他这个头发，对，就是如果要的话，能等明年了。第一次穿你免费啊！你不是要休息了？150
你不知道休息？你看最近常常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勾引到新人加入，忙。哎、欸，这你负责哎、欸？我负责什么？你说小胖的话，我负责吗？对啊。你骗人家来玩，你要负责哎、欸。他是为了跟你玩，你要带着他呢。他是想要在你的肩膀扛着。阿姆太郎，阿姆太郎，哈哈，大哥，还是能要阿姆太郎，是米哥，还是能要阿姆太郎。最喜欢的东西是看诺诺痛苦的表情。不给点，谁不给点？你说小胖吗？小胖，放小胖下来。雪莉想加小胖好友。不然要等五分钟，对啊，所以五分钟要挂机。奥弟，奥弟。什么唐突唱歌？没有啊，其实那个、啊《哈姆太郎》片头曲其实是有先叫《哈姆太郎》，《哈姆太郎》，然后才开始唱，然后再哆哆哥还是能要哈姆太郎。没有，他说把小胖交给我，我说不行不行，哈姆太郎。哦，他飞走的哦。有没有小胖？这个衣服好看吗？这个发型可爱吗？这个发型之后你们主播会买？什么发型？你说樱花？樱花还是？对啊。OK。OK。对吧？你看小胖很可爱，很漂亮吧？你看说哇说是纸娃娃游戏，相信的吗？好可爱啊这一套。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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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分钟怎么那么久啊？我平板支撑五分钟都没那么久、欸。平板支撑了五分钟吗？不是，平板支撑一分钟，就像五分钟一样吗？哎、欸，我好像可以送了，小胖，请接收。我想路上看到有人掏出这个白色大棒棒，请三思。这个。我们现在，我其实我看到萌新掏出这个白色大棒棒，我都很害怕。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给他爱心了啊！小胖这个心好好收着。可以了。你们的主播最需要就是这颗心，懂了吗？我。哎、欸，为什么我的没有爱心？爱心要二级啊！哇，难过了。哎、欸，怎么了？不知道，给你爱心吧。哦，解锁。可以指路哎、欸。解锁，解锁那种。你要爱心哦，来，我帮你。哦，有了有了，干嘛？快点啦、啊！什么爱心啊？哦，点了点了。这个是你们主播的五 MA。哈哈哈！哎，我被迫哎、欸，我就被迫的。还有这个啊？这是凤屏被害。哎、欸，这个比较哎、欸，这个是三级的吗？这是对啊，三四级的。啊、哦。好可爱哦，这个这样就很适合唱啊！哦，我开台前有给你们主播听那个另外一版本的《哈姆太郎》，我说 KTV 只能点到这版本的《哈姆太郎》，他说这是什么东西？超难说，超奇怪的、欸，短圈圈什么什么哈姆太郎哦，什么太阳忘记了，超奇怪的，完全跟政治的不一样。对，好啦，
关台关台，两小时了，感谢感谢，拜拜。哎，那你手给我，我们来挥手。好好啊，等一下摸到，有了。那你签欧弟。欧弟签上来。我点不到，我点不到。欧弟签上来，雪莉签欧弟，然后小胖签一个。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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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不对，我要签你才对，我签你，你没有好友，然后露诺我签你，啊你在寝室，你在寝室，好好好好，雪莉可以吧？签不到，不对啊，那个雪莉你要签，你签小胖，然后欧弟签，你们带头的不能签签啊。对对对对对对，好，好了，你不是想看那飞的吗？来哦，来，好帅哦，一排，对呀、啊，好了，说拜拜，看一下我拜拜进来，拜拜，这个啦。拜拜，这个啦，就是让这个啦。各位拜拜，拜拜。晚安，睡睡。这个，好吧。晚安，睡睡啦，拜拜，拜拜，拜拜，拜。啊，关麦关麦，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啊，其实也没有很突然啊，其实今天本来是八点要开啊，只是东忙西忙，忙了一大堆，然后就这样子了，好了，我们就过去吧。啊，天气很冷，请注意保暖，礼拜日好像才会回温，好吧，今明两天会降到15度以下，各位晚安，拜拜拜拜拜拜，莉恩拜拜，莉莉拜拜，秦林拜拜，米奈拜拜，雪莉拜拜，小胖拜拜，汉姆太阳拜拜，君龙拜拜，番茄拜拜，欧弟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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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好扯哦，怎么现在潜水这么久？小猫晚安，拜拜拜拜，嘿嘿，拜啦拜啦，我们去看看看看看安妮。这个不要偷笑，偷扭头的好吗？上面做不好啊。欢迎拜拜拜拜拜拜。